惠娘，是你吗？惠娘，惠娘，我是惠娘，我是惠娘。惠娘啊，惠娘，惠娘，你是惠娘，我们终于可以相见了。李惠娘，你是惠娘？是我，我是惠娘啊。惠娘已死三载，怎会有借肉身还魂之事？怎会这样？刚才我为什么会说自己是惠娘呢？难道真的正如相师所言，李惠娘阴魂不散？惠娘，李惠娘，你就是凭这件信物来迷惑我的裴郎吗？好，待我毁掉他，让你这个游魂野鬼魂飞魄散。不可。裴郎，你究竟是爱着惠娘还是昭容啊？惠娘。